拿完这游戏，守护者之路，放置地牢，有那么多职业可以选呢。玩什么啊？玩个猎人好不好？哦，还可以捏脸。这个曾经有接触过吗？怎么感觉有点熟悉熟悉的啊？好了，反正我们进来游戏吧。这是公告，好像没有礼包码吧？啊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开杀开杀！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那我应该是没玩过了。设置部分没有什么，来，一关一关打。图鉴这边有金币可以拿，但三的金币而已，太少了吧？诶，我是不是有玩过？算了，如果你没玩过的话，你就当做是全新游戏好了。我是没什么印象的。好了，消灭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完成，学会职业技能，技能的部分在这里，技能书自动释放，装备后就可以自动释放了啊。快速射击，它是一般的技能是不是？哦，可以打开啊，这边都把它打开吧，让它自己丢啊。好像有意思啊，爽翻天了！什么任务？完成奖励，消灭强盗，领取了，是木头吗？就不断的这样子领取啊，这什么？挂机收益在中间下方这里，这里还有血瓶呢，可以回血，还有面包，可以进食。你看它进食，它就会回血的。然后这边是跑冷却的，哦，这样子好像有意思哦，还可以哦。然后金币的话可以来解锁技能书啊。刚刚这个需要消费45金啊。要塞，伐木场建造，消耗10金币。我金币它给的少，但是它消耗的也不多，所以它目前没有通货膨胀啊。像民国早期哦，2000金币，这是在线奖励哦。哦，待会我就可以拿到2000金币了。这里有副本地下城、噩梦洞穴，这我打过吗？我应该打不过吧。诶，哦，我这个技能是可以放一只熊出来啊，好像还不错吧。这种的应该有一些玩家是特别感兴趣的。啊，95啊，不是50，学习后跳射击，好秀，好秀的后跳射击。打开，来了，开射开射，装备部分嘞，哇，有掉装备了，来看一下，飞木短弓是什么？皮手套，没了吗？而且还可以进行强化，这里还有评论啊，未来就是透过互助这个样子啊，进行强化吧，强化是强化格子的哦，应该是吧，全部停一下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可以穿，有箭头的就穿一穿啊。整理售卖，自动回收可以打工吗？普通装备啊，诶，那有卖掉吗？哦，那是之后的啊，所以我要先手动，做之后啊的白装它就会自己回收的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换了17金币。好，活动新手签到，第一天给了些什么东西？符文石，这个不知道拿来强化什么的，反正我现在用不到了。然后还火焰塔，领取火种，上线奖励，这些还不能用。战友招募，这个可以和玩家一起玩啊。冒险任务拿到1000金币了，图鉴解锁了啊，再来呢？这边完成了，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任务吧。
药剂了，应该不用啊。我现在好像没药剂。如果你要手动操作，那就是你控制好你的血瓶还有面包吧。你打不过还可以补一下。你看，那打我才一而已啊。这颗 OK 啦，稳了啦。这里油箱没有东西，背包有木小材料，装备有掉什么装啊？也没有。其实它好像就是挂着让你打关卡这样子啊。来看一下，啊、哦，大陆出一两年的食材票要150等才能用。啊、哦，这边有一些重点哦，其他的好像没有。安卓，安卓名称是什么？其实我也找不到。看起来是有一些玩家在玩的。他们会聊天，原因是因为你大部分可能是挂着嘛，因为它这款比较偏向放置游戏。来，芙蓉工坊建造资源啊、哦，我金币就来带一带吧。哎，没了哎，我没金币了，没了。这有评论啊，你这评论没有意义啊。装备有掉了吗？有啦，好像不是我失业。哎，这里可以装。可以装了那些装备了以后啊，它会显示在你的角色的形象上，还不错。完了14等了，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吗？拿到2000，拿到2000了，我就来提升一升级，提升多少？这边累积下来，每一天的金币就会增加哦，所以一整天好像可以优先提升两次。把这边全部点一点吧。裁缝、刺格，你提升了以后，资源就会更高了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成长手段。OK， 通关一次噩梦洞穴。哎，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是在这地下层这里，前往。不对啊，这个我刚刚是没有打过，这我有打过吗？哎，我好像没打过，套路，轻轻松松就要赢了。来来，我们进行强化，拿到这些材料就顺便强化一下吧。OK 啊、哦，打掉了，再见了。哎啊，我刚刚好像是死在这一关吧。因为它有五个阶段的靠背，那又重打了一次，啊，可能是啊，它就是放置养成的，就是慢慢挂着吧。也可以上聊天跟大家聊分享一下之类的。那本期影片就玩到这里喽，大家拜拜。